第一次，日后好合作，行不行？大哥，你这块料什么价？这个料是2000。这么少块料，你开2000？美女，好好看料，这么黄的种水，料都那么细。这个你这块小啊。1500。那不行，288。烤一头，但是卖不了啊。那你说个实价，哥。1000块吧。1000块啊，不行，我再给你加一百，好不好？388。你一不到位吧，美女？你一不到位，你不要给我再开高价。那就800块。差了点，不行。那这样吧，哥哥，我最后一口条，我给你开500块钱。低了点，真的。哥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少赚点，我也少赚点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少赚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行吧，大家第一次。对呀、啊，第一次，日后好合作，行不行？料子已经拿回来了，我们现在就在评论区选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大哥。哎，就有一个大哥说，妹儿看到你几期视频，觉得你人特别会砍价，谢谢这位粉丝啊。那他现在呢，想要1000以内求一块牌子送给妈妈，他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，阿姨也要多注意身体哦。那我们现在就去给这位大哥设计一下吧。和大哥沟通后，是做了一块凤凰牌，凤凰牌也是有一种祥瑞的象征，同时也希望妈妈能快点恢复身体，家庭美满。喜欢的大哥可以给妹儿点个赞哦。